Hello, big family. How are you? Great. This is Beihai, a lake in Beijing where historically only the emperor and his family were allowed to come here and feast their eyes upon this beauty. But as you can see today, it is open to the public. But this is not a history lesson. Of course, it's about a band. And this episode is about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 And they have their own song about Beihai, which I think is a lot better than this.受了一点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影响，又受了点北京当地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可能还是偏中国的东西多一点。可以说是一种就是局限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世界音乐，就是仅限于这个中国北方这个北京周边地区的这么一种世界音乐。对，不像人家那个人家跨几大洲的。我们玩的还比较随性。对，讨厌的东西反正自己会排，最终会摆在排斥嘛，但是自己内心有的想法会一直坚持，没有什么所谓具体的哪种音乐类型，走一步算一步吧，反正。穿越熙的人群里，还有多少荒在梦里？尽管衣裳多美丽，他的人生在 CD 里，泪都蓄在心里，不知路遇侵略到底，言语之中无亲密，红尘里曾不在泛舟。这个人生中最可以说是最快乐的，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听摇滚乐，然后弹弹琴，然后爸爸就是弹弹别的乐队的歌，这样就心里就比较平静，或者就开心了，那些烦心事就不想了，也就这样。我相信在这里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包容不快和平人群里，八百礼貌追逐嬉戏，来到莲花林波人，停在水中观落水，泛舟北海处，波光粼粼映白昼，雨打沙滩满天空，风吹水面层层浪。北京 style， 好像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城市，它有自己的一种这个气质在里边吧，感觉它和中国其他地方不是太，就是中国很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只不过就是北京作为首都啊，可能根深蒂固有一些东西，对，而且你也是改不了。吹水面层层浪。
京可以代表一下中国了，因为中国的很绝大多数元素在北京都能找到。但你要说北京的气质，我觉得就是那种怎么说，皇家气质，皇家那种气质比较多一点，因为毕竟是都城，古代的都城也是现代的都城，这就是所谓的北京气质。我觉得给外国人传播这事儿，我觉得是我们传播是一种方式，但是他很多东西还是得靠他自己来理解。 对他不来永远理解不了，我们不能驾驭他的思想。对，对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好好传播，但是不好控制他，不好驾驭他。嗯，对，这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网络上面的对音乐啊其他的一些东西的传播还是有很多幕后的这个推手啊，很多力量在作用着。对，因为它本身传播性是很好，但是因为东西太多了，很容易就把你这个把你自己淹没在里边了，就是一片大海那种感觉。如果没有人给施加一些力量的话，就是有时候网络可能说怎么说呢，成也网络败也网络吧。嗯，传播的领域比较广，完了速度快，这是网络的特点，我觉得。但是弊端就是，东西太多，你不好驾驭，垃圾信息太多，而且有的东西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